玩一下。您是不是也上班吧？上班。做什么的？您是？我是啊，工人。工人啊，你看您这个爱好多好，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。吹一个，我吹你。吹一个。刚一吹，你吹半天才能好吃。是吧？刚打拳累得我还喘不过气儿。可以，这是自学的。刚打完拳，也有人教。啊，有人教哈。对，一开始怎么的也得有老师，起码得给我拿个是拿个。哦，对。咱自己那半天咱闹不明白。啊、哦。也是有人告诉一下，咱就是自己反。完了自己练，真不错。吹个凤尾竹。凤尾竹，哎呀，原来我都能背着吹，这我出门了一个多月，会了背不上来了，忘了呗，一出门给忘了。对，出门前我在这天天背着吹凤尾竹。凤尾竹啊，老不一样，咱那时候可以。不会吹了都，不会吹了，天天得练，背不上得天天吹。你错一个指法就错了。这才真好，你看这种退休生活，这才叫退休生活呢，是吧？你们这是一手机娱乐。你记住